这位帅哥，你安尼一下一下，你即摆是后尾阿手遐，好来无问题，吼、哦。那我的小鱼哦，你嘛无简单哟、哦欸。你即安尼穿两年，你甲你的经济连差到拢倒揪伊了哟。该做苗条。哎呀，会晓我咧揪伊咧，我咧揪咧揪咧。他每天早上都起来跑那个操场，你即摆一年发展到三十个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因为你即摆秀场满满，伊若无甲伊的吼精气神顾好，伊惊牵袂去、哎，所以伊自动透早就先起来走无。哎先来搁困一下，嘿，困一下，暗时搁开车搁载你继续走安尼啦，真的也是很谢谢他啦。真的，你的经纪人很棒哦。两只都上安尼陪我走走，嘿啊，嘛是用歌声来跟我们的乡亲时代结成缘吼。啊嘛，嘛借着咱曾耀文老师一句话，嘛这个成缘功德，嘛祝福大家都平安健康，能够平安就是上大的灾祸。对，平安就是福气哦。对对对对。好，那是不是让小玉儿哈、哦？那前面的那个帅哥有讲说可以握个手吗？嘿，我问一下经纪人，可以吗 ？OK 哈、哦，好。那接下来经纪人啊，我们的小詹雅文要唱哪一首？泪酒。泪酒。我问你，刚刚我还问你呀、啊，我问经纪人都没有啊？听啊，都问。你跟你点歌？开玩笑。下过的歌曲有三百多首，系啊，不过伊唱过的歌有千万，这么多，太多了，所以近期有开放点歌，哦，之前有开放点歌，真的，今天有开放的，好晒啊，哎呦 ，OK 啦，今天真的，哇，我们又有那个耳福了，好不好？今天嘛是考试，每一届的点歌就是对我的考试啊，真正，这我讲这真是对你。就是要求家己在进步。啊，无咱这首泪酒，咱互经济人带落去握手，互人去点，互人去点。有人要听詹雅文的对一首无？现甲点就好。一边有来，安尼咱过来，来咱过来呀，过来呀。啊，不过吼，我后尾开放点歌的话，你嘛爱互我摕一个回馈啊。嘿。掌声加尖叫声，好不好？来，掌声尖叫声。声跟尖叫声也是属于自己的，属于自己的，那哎，对家己较好诶吼，啊，常常甲家己鼓励。我大概每天起来，我都看迄镜，刷牙洗脸的时候，我就对着镜子里面的自己说，我最棒啊！真的要有自信哈。大家呢，就是大家的勇敢是正面的吼，但好稳的一点啦，也就是要积极啦，对，较正面的，卖每一天拢爱。笑来对你对你的收尾代志都可以迎刃而解的，好来，那我来经纪人麻烦一下哦，嘿，来。